我新买的蝴蝶结好看吗？嗯，好看，跟你衣服也很配。哇，这么大的蝴蝶结，显得脸小小的，好看。我也要一样的，快发我链接。怎么样，我新买的蝴蝶结好看吧？好看，但是怎么好像跟呱呱的一样呢？我学他买的，但是你不觉得我戴更好看吗？这样真的好看吗？当然是真的了，呱呱。尤其是这双鞋子搭配这套衣服美极了，好看。鞋子好看，你穿一般，快给我链接，我也要买。雨强，你过来一点，这样拍才美。我都给你拍了几十张了，还不够吗？当然不够了，我穿这鞋子比林呱呱好看太多了，赶紧继续拍。哇，呱呱，你这什么输入法，还怪好看的，是吧？我超爱的。呱呱，你真会选。我也下载了童话，安装在我手机里更好看。小美这个学眼睛，真是啥都要学你。学得很好，下次别学了。呱呱，我也买了童话。小美，你可以出去了吗？不行，我要记录你的时长、色泽、软硬程度，然后我要跟你拉出一样的奥利给。哎呀，救命啊！别跑，我还没学完呢。你怎么搬那么多东西回来啊，呱呱？是小娇的。是让我保管一下，都是朋友嘛。哎呦，这不是把你当苦力吗？还朋友，不许你诋毁我的朋友们。呱呱，谢谢你今天帮我抄笔记，请你吃蛋糕，我们永远是好朋友。我朋友给我送蛋糕来了，心情好，不跟你计较。哼，一个朋友而已，有啥了不起的？你这种人大概连一个朋友都没有吧。就是天天酸这个骂那个，有朋友才怪。好啦好啦，都一个宿舍了，别吵了，放轻松点。不如我们一起去仔仔里玩吧。好啊，我们刚好可以开一局躲猫猫。呱呱，你仔仔里朋友真多，朋友多了不起啊。花小美，你不要老是说话茶里茶气的，我也是呱呱的朋友，不许你说他。再说呱呱，我也对你不客气。傻子朋友多知道没，我懒得跟你们这群傻子计较。真气人，连呱呱你个大笨蛋，不许说我朋友坏话。下晚自习，像我这种大美人一个人下晚自习太危险了，护法护法，你们可要保护好我，总护法保护好我。知道了，我正打起精神保护你呢。又护法又护法，你也得打起精神啊。放心啦，我们都保护你一个星期了。左右护法，你们觉不觉得后面有人在跟着我们啊？好像真的是。也许刚好是同路，我们拐个弯吧，肯定就不跟我们了。肯定是坏人，我们都转弯了，他还跟着我们。那我们多拐几个弯看看。十分钟后，都七拐八弯了，他还跟着我们，左右护法怎么办呢？既然躲不过，只能正面刚了，吃我左护法令呱呱一拳。右护法汤米小也来了，我也不能只靠你们，必须要保护自己，冲啊！飞一般的速度，妈呀，小美。
小时之后。哥，你别这样看着我，我怕。幸好一小把这袋零食拿给你，结果你们七拐八弯的把我兜晕了不说，还给自己的亲妹妹给揍了一顿，晦气！花泽真倒霉，我们要赶紧回去吧。同情花泽，乖乖帮帮我！啊，左右护法，你们得回来保护我啊！你战斗力爆表，普通人根本就不是你的对手，放心吧。你那啪啪两拳，换我都得躺医院，三眼人你啊，溜了溜了。讨厌，可是人家真的好害怕嘛，帮帮我嘛！学的东西越来越难了。林乖乖，我用这把辣条向你发起挑战。两包辣条，滚！我心中只有学习，其他都是浮云。再加三包。实习停一下也行，来吧。妈妈开始喽！林呱呱，你爱吃屎，对不对？对。林呱呱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是全校最帅的？对。我就知道。哎，你是不是有香港脚剧透的内容？走了，好，
行。老师在哪？去哪集合呀？李牛牛，上课了，你往哪走呢？在哪？在哪？你小子怎么回事？不想上我课了是吧？谁说我不上课？你竟然歪着脖子斜眼睛瞪我，敢挑衅我？我没有。糟糕，牛牛被体育老师误会了。还敢这样？看我把你家长住！别啊，老师。老师，李牛牛他是落枕了，脖子不能动。真的假的？是真的，老师。早说嘛，去那边休息。好的，老师。其他人绕操场跑三圈。啊，魔鬼啊，上来就要跑三圈。以后真的别欺负我们，哼！把我最大的棒棒糖送给你好了，我也是很有爱心的。好，快点，别磨磨唧唧的。落枕怎么还带这么多好吃的？该不是为了偷懒不跑步骗我的吧？你牛牛，太早了，老师。好啊，臭小子给我装落枕，赶紧给我绕操场跑二十圈。我真没装啊，老师。把我当傻子，二十圈一圈都不能少。看来我们给牛牛吃的东西很有营养，他都康复了呢。真的耶，肯定是多亏了我的 AP 钙奶。今晚没人为我们抵御蚊子大军了。回到家后，事情就是这样的。
家睡个好觉，妈妈这就给你铺床去。嗯，妈妈你真好。又到了睡觉时间，在家我一定能睡个好觉。嗯，夏天蚊子就是多。嗯，我就在呱呱房间打地铺，等蚊子动起咬它，我就可以睡个安稳觉了。嗯，林大熊呢？哼，好你个林大熊，你也欺负你女儿。老婆，我可以去睡觉了吗？睡什么睡，继续给呱呱赶蚊子，明天他身上有几个包你就吃我几个平底锅。小祖宗，你可千万别给蚊子叮了呀，不然你爸我可就惨了呀。回到宿舍心情真美妙。呱呱你回来啦。唉，一个疯婆子，一个大嗓门，一个书呆子，我堂堂一个大小姐怎么会跟你们这样的奇葩住在一起？姐妹们，她攻击我们，来让她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大小姐。来人，我要吃水果。小姐您的水果。嗯，水果很甜，这个纸巾也很柔软。啥呀，装腔作势的就是大小姐了吗？哪来的人这么粗鲁，嗓门可真大，一点都不像本小姐这么温柔。啊，本小姐困了，来点诗词歌赋洗洗耳朵。是的小姐。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，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睡个觉而已，怎么这么多事？大小姐都是随时接受文化熏陶，满腹诗书的。你看你就没做过真正的大小姐，气死我了！装起来比我还像大小姐。啊，普通的被子就往脸上呼啊，也不怕烂脸，真不金贵。来人啊，把我的天丝被拿来。才适合本小姐娇嫩的皮肤。哼，大小姐了不起啊！不是每天都是她先演大小姐的吗？要是以后她还敢说什么大小姐的，我们还给她演回去。我看行，只是大小姐还应该有什么特点呢？